缺钙会脚抽筋，原来还有这五大原因。每天都有喝牛奶，为什么还会脚抽筋？营养师谢富如表示，发生抽筋时，肌肉会不自主的突然猛力收缩，无法伸展，而且会感觉到肌肉紧绷、僵硬与疼痛。除了缺钙，还有五大原因导致抽筋：一、体液电解质不平衡；二、周边血液循环不良；三、肌肉过度紧张疲劳；四、其他神经肌肉病变；五、怀孕期间的孕妇。改善电解质不平衡，促进血液循环，有助于预防。建议睡前可以温水泡脚，留意腿部保暖，或常做肌肉伸展运动，加强按摩容易抽筋的部位。没有最健康，只会更健康。快上 LINE 加入好友 Top One Health。